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北部湾海面宁静迷人。一座优美的小城市正迎来它繁忙的一天，它就是对外开放城市广西北海市。北海市面积275平方公里，人口17万，对外开放以来，城市建设的步子大大加快，修建中的飞机场将能降落大型飞机。两个万吨级深水泊位在加紧施工，城市建设迅速发展，工厂也开始发挥经济效益。北海盛产一种名贵的珍珠，称为南珠。北海市就像北部湾里的一颗明珠，日益显露出它的光彩。